我们再看一些例子。第一个呢，这个是水火箭，这是以前香港拍的，那个水火箭很烂。那是香港。那个水火箭其实很烂，比现在台湾做烂太多了，非常的逊咖。你看，你看我就知道，真的很逊。我帮你检讨这个。你好，他这个不是水火箭，这个是丢药片产生气体的，不是水火箭。我一个食盐所用嘅糖，本来佢系微酸盐水嚟嘅，广告嘅功能啱啱好用嚟做呢个实验。我哋倒入水，再加入盐水嚟，两者就会产生化学作用，放出二氧化碳。当糖度嘅二氧化碳至某一个限度，糖盖就会弥漫出，同盐水亦都会渗出嚟。好烂哦！它会不会更烂的？不是，它后面水火箭更烂，更烂。这是因为水火箭与火箭的原理一样，高温水火箭是很难，然后用高温的水火箭的水火箭很辛苦。高温的水火箭一旦产生，就会产生与水火箭的水火箭产生，然后都会产生高温。做呢个实验，如果唔加工紧同比例唔得好，同时可以产生对氧含量过高嘅。我们用一桶水加进去，每年都有少少的都要从嗰边补贴一桶水嚟啊。很严重的，这个就更这个就更逊咖。这个更逊咖。这是早期的水火箭啊，下面的叫水力喷射船，它骗人的，它一点喷射都没有，它不就往前走，对，它就往前走，它完全没有喷射。哦，那就是那个啦，那这个话就是这个吧，都是很早期的，你不要挑剔啊，前面那个字幕都可以那么不清楚。呢啲嘢就潮仔，係唔多時間嘅。變畫面，你諗下，依家可以用佢嘅潮仔做個鞋咧？然后上面呢，放一个瓶子，保特瓶啊，随便。这个也挺水土，它有个洞得了。然后把水放进去，然后呢，水会流出来，水往后流，水就往前走。这个等一下有个重点，火箭，后面有个重点，跟它类似。水还是水往出来，水的还是水。你水喷的话，为什么会流出来？为什么会流出来？为什么会流所以它完全没有喷射，它完全没有喷射，但是喷射机也是一样，等一下火箭也是一样，把气往后喷，然后呢重力向后，然后反作用力向前就往前飞了，这等一下的火箭是一个重点，等一下再说。好，气球会飞走，这是康轩的影片，刘老师会拿这个给学生玩玩做示范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探索的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。取一个气球，将该气球充满气，开口固绑起来，然后释放气球。我们可以观察到气球因为它气体而产生反作用力，刺激力看。好，这就是等于这就是康轩所示范的影片，水火箭，啊，然后我们另外呢找了一个影片，叫做这个人做了一个自制火箭筒，可是有个小悲剧。炸了！往后飞，那个人往后飞，不是，往下射。不要后飞。这个在这个在打靶的时候叫做后坐力，叫后坐力，它会往后撞，会撞你的肩膀，后坐力。再看一次，好，这个人有一个神奇的。这个就是等一下，等一下讲火箭的时候，这是个重点，哪来的？这等一下讲火箭的时候是个重点，那个力量是哪来的 ？OK 吗 ？OK。